很多老铁都想看我爆头，今天爆一个啊，与众不同的头。这哪叫爆头啊，实在是咬不动啊。老铁们，小鸭子腿，我给你们搂它啊。头太大了，碗儿太烫了，关了。这个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吃酸甜豆，嘿，拿出来一个，怎么吃？我看好多地方都卖，但是我没吃过。嗯，真的是好酸。五斑鱼，还挺嫩的，一会儿给我儿子发的。男人的加油站，女人的美容院，走。男人吃了壮阳，女人吃了壮强。男人女人都吃了，床受不了。是啊，女人头发受不了。其实吃这个大猪肘啊，就得吃肘皮，秃噜的。嗯，肘皮咔咔响，香味属实靠谱。一会儿八点直播啊，我捞个看。张一吃，要不要双击？必须双击。白肉啊，老铁们，看着过瘾的，给我留个双击。我一口秒啊，秒成功就双击，秒不成功不要双击。有食欲吧？看一下这啥饭。来一勺辣椒，这个粉，啊，这是面，黑面条啊，第一次尝试这个墨鱼面。吃完确实